里面是什么 ？Hello， 女孩。啊，讨厌！帮帮我啦！哦不，我的洋芋片！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哦，我的牛仔裤，是我不好。或许这样也不错，我有个办法了。看到这些污渍了吗？让我们来补救一下吧，或者该说要发挥创意喽。等着瞧吧，轻松把零食粘上去，记得要粘很多，连袋子都可以用。这是一条零食裤，大功告成了。Lexi， 你穿起来很抢眼呢。不小心的错误有时真的很不错，这条裤子我喜欢。耶、yeah! ！啊，早安。哦，你看，天哪，我的面试只剩十分钟。不可能，我明明有写下来，写在我的日历上啊！我到底是怎么了？现在我该穿什么呢？嗯，就这个吧。但这头发要吹松散一点，各位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时间快到了。嗨，不，妈妈起床了吗？时间真好，妈咪，妈咪，妈咪，现在不行。嗯妈咪，妈咪，妈咪！现在不行。妈咪，你看。哦不，你做了什么好事？再见。哦，我的面试。好啊，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我的裤子，反正他们看不到我的腿，完美。只要稍作整理，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。好了，可以出场了。表演时间到。嗨。我超爱你的上衣啊，好时髦啊！这旧东西嘛，谢谢。而我超爱虚拟会议的，我爱我的运动鞋，但实在是不太配啊。高跟鞋来救援了，这一双非常特别哦。看到了吗？是不是很美啊？绝对是个大升级吧！哇哦，但这空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我的尺寸吗？哈？哦不，但我明明买的是37号啊！哦，看来得穿运动鞋了。你好，我有个投诉。哇，这里有什么呢？妈咪的高跟鞋，它们真漂亮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尺寸？嘿，我好高哦！哦哦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我超想要穿这个鞋子的。嘿，妈咪的化妆品。哇哦，可以把这个东西塞在这，他们就像脚趾头那样，酷哎！我是不是很聪明啊？现在他们像手套一样合身了，嗯，还差一点了，嗯，不公平了。除非我只需要几样东西，没错，很好，但我还需要其他的。看啦，完美，努力穿上吧。感觉有一点挤，但这正是我需要的。试穿时间到，怎么还是太大吗？嗯，怎么会呢？好挫败哦！啊，等一下，系带，没错。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想到呢？好吧，真相大白的时刻到了，真的有效呢，太棒了，真是难以置信。妈妈，我。鞋子呢？而且加上袋子更好看了，真是聪明哎。总之不好意思哎，好东西真多哎。哦，是今天晚上吗？哇哦，那是我的衣服。哦，好极了，我需要高级一点的衣服才行。嗯，让我想想看，只有牛仔裤和 T 恤。这个呢？不，要不紫色。啊，不行，这个怎么样？哦，妈！哦，古独奏。哦嗨，那是一件洋装吗？我需要那个。真爱这首歌。啊、妈妈 ，Hello。我最喜欢的部分。嗯，真是天籁之声啊。妈，不要啊！不要开洗衣机啊！不要，拜托停下来，停下来。什么？你还好吗？啊，算了啦。Lexi， 我只不过想要漂漂亮亮的去舞会，我的衣服又旧又平
哦，真是糟糕啊！但我可以帮忙哦。真的吗？你喜欢红色对吧？这个如何？不要乱动可以吗？这个是要精心操作才行，像这样抓起布料，然后把它拉过来。好了，酷！你懂我的意思了吧？现在要放在肩膀上，哈啦，超时尚的！哇哦！还有一件事，加点亮晶晶的东西，就会把一切整合起来。来，完成了！哇哦！哇，这样才对嘛，美得不可思议，不是吗？我的女儿真美哎！这个也可以借你。谢谢，再见。啊，再见，亲爱的。哦，真辛苦。那是什么？好漂亮啊！刚刚有这个就好了。啊，算了。按赞并订阅以收看更多精彩的影片。啊，又要上学的一天，至少我有我的手机陪着我。哦不，我的上衣，这下不能穿了。等等，我想我有办法，我可以用这些铅笔。对，应该可行。把铅笔粘在我的上衣上，然后再加几支，从衣服的上面一直贴到下面，确保有盖住污渍，看起来不错哦，真是多彩多姿。别告诉任何人好吗？嘘。哦，谢谢谢谢，我知道，我看起来超棒的，好像舞会皇后一样。但我需要先找一件洋装。嗯，不，不好。哎，我不喜欢这件，这些都不行。等等，就是这件了，这裙子就是我要的。看看那细节，手工多棒，还有宝石，真美哎！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礼服，穿在我身上看起来一定超棒的。等等，这多少钱？一件裙子这么贵？哇，也太疯狂了吧！希望我能负担得起。来看看我有多少钱吧。不过我的钱应该不够，大概命中注定不是我的吧。不过让我做个梦总行吧。等一下，我有个想法了。我需要这个，我会把它变成一个特别的东西。先把它放在桌子上，然后需要一支黑色的马克笔，在胸部画一条线，现在在肩膀上画一条线，别忘了另外一边哦。接着在脖子上画一条线，完成以后把剪刀拿出来，把它剪成几个部分，然后把镜面布料剪成条状，在领口和腰部系上带子，这样就可以穿了。哇哦，看起来太棒了，还可以跟亮晶晶的裤子搭配，既时尚又有品味，而且非常容易制作，让我们开趴吧。Oh yeah， Jasmine 是我们新的高中舞会皇后。我的天哪，这真令人放松哎！我还真的很少有自己的时间，偶尔享受一下感觉真好，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才行啊。什么声音啊？哦，是 Justin 传来的。等等，15分钟，我得赶快准备才行，我完全忘了我们有约会了。我动作最好快一点，根本没有时间整理头发，擦一点点粉，就这样吧。这件衬衫真可爱，差不多准备好了。这牛仔裤让我看起来很不错。怎么突然间这么紧啊？快点穿进去，我没时间浪费了。怎么这么难穿呢？真的很讨厌哎！再试一次吧。等等，我做到了，真松了一口气。我收回我所有的话，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这是在开玩笑吧？我还在想为什么会有风，真是一场灾难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我需要换衣服，而且要快。除非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需要这种蕾丝布料和一把剪刀，把蕾丝剪成两半，然后沿着牛仔裤的接缝处剪一刀，一直剪到裤管最底部。现在在接缝处涂上胶水，然后把蕾丝贴在上面，希望会美丽又牢固，应该可以了。这和我想的一样，迫不及待要炫耀它了。这个容易穿多了。没想到这牛仔裤居然变成这么棒长裙，嘿，我已经出门了。哦，刚刚的伸展真棒，燃烧吧脂肪，肌肉可不会自己变大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天哪 ，Justin 正在看我呢，调情我真的不擅长。啊，我只不过在看镜子里的自己。什么？你是认真的吗？这肯定能引起他的注意。我虽然瘦弱，却是个超强的锻炼机器。没反应，还是没有任何反应。来试试不一样的方法好了。先扭一扭脖子，然后随意甩一甩头发。洗发精广告都这样。哇，好像有点头晕啊，我需要休息一下。他还是没有看过来。啊，你破坏了这里的氛围了。我和我的二头肌。哇哦，还真是奇怪，我不懂哎。哦，现在我懂了，我的头发简直一团乱，我得整理一下才行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一定会很棒的，我会让 Justin 大吃一惊的。我需要这个福利棒，切下其中一小段，应该够大了。然后把头发绕着它，
要尽量整齐有条理，我需要将它固定才行。这种网状物刚好可以发挥作用，完美极了。另外一边也一样，这样就可以立刻做出卷卷的发型了。现在要稍等一下，我会让他大吃一惊的。哦 ，Justin， 现在要怎么样？你头上是什么？看着，给我一点时间，就像刚从美容院走出来一样。还真没有在健身房看过这个。最后一个了，最后轻轻一甩头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喜欢眼前的一切吗？哇，你看起来真棒！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反应，我就知道会有用。Hey Jasmine， 等一下要一起出去嘛？你可以看我举重啊。我们还是去吃晚餐比较好。啊，那看起来不错。哇，看看那姿势，他真的很敏感，而且好梦幻。好，我最喜欢这一张，就像他正在看着我。我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这张绝对要按赞。等等，他有纹身吗？我需要仔细看看，这也太酷了吧！那个爱心实在很可爱。也许我也该去买些墨水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的手臂好平凡哦，但我真的很怕针。等一下，我都忘了我有这些贴纸了。或许我不需要刺青，可以用这些来代替啊，值得一试啦。先撕掉背面的胶纸，然后把它贴在手臂上，记得把它压平。现在我需要化妆品，用橘色的好了，要来帮这排星星上色了。接下来我要试试用蓝色的眼影，效果一定会非常棒。我早就该想到的，就会像真正的刺青一样，而且现场完全看不到针头。哇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呢。自拍时间到，现在要来发布了，希望 Justin 会看到它。哇，有人开始按赞了。哦，有一则讯息，这一切是真的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我和 Justin 要去约会咯。呜呼，我得赶快准备好。按赞并订阅以收看更多精彩的影片。我穿这套衣服真赞，简直可以走伸展台了。昂头挺胸秀一下。啊，哇，是 Annie， 该是我全力以赴的时候了。你看起来真棒，赶快来准备上课的东西吧，我可不想迟到。等等， Jake 他在做什么？要不然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，所有人穿上洋装都不会太差吧。多少钱？真假的？看来我需要用不同的方法。嘿，这个塑胶袋我可以用哦。应该可以呢，开始上工吧。效果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呢，感觉光鲜亮丽的。但还有一件事要做。哦，嗨 Jake。我得走了 Annie。 Luna， 真高兴看到你，超爱你的新造型哦。哈，他穿的是什么？看起来像个垃圾袋一样，编织真令人放松。妈妈，你看这个，学校有派对呢，让我看看啊。你可以去参加。我需要一套新衣服，我可不能穿这个。让我想一想，我马上回来。我等你哦，这个派对一定超好玩的。妈妈，你觉得如何？你穿上一定很可爱，试试看嘛。这是个笑话吗？这衣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里面有个大洞哎！你不是认真的吧？我绝对不会穿这个的，你逼不了我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，你一点也不懂时尚。我再找找吧，肯定有什么你可以穿的。或许没有。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是一张厚纸板呢，虽然有点灰尘，但还可以用。我们要来把它变成一个特别的东西。哦 ，Annie， 这是要干嘛？这会解决所有问题的。你真的确定吗？虽然不是那么简单，但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不要动哦。妈妈，等等，住手啦！这真的很奇怪。我真是个天才，你看起来超美的。哇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看起来真棒。让我再调整一下啊。先把眼镜脱掉。哇，所有东西都好模糊啊，但我感觉超棒的，像一个模特儿一样。好像咬了一些头发了，谢谢妈妈，你最棒了。我想也是，我需要捕捉这一刻。摆好姿势了，我得走了，再见妈妈。她一转眼就长大了。哦耶哦耶，我超爱这首歌的，舞步根本停不下来。嘿 Brian， 你要什么饮料吗？哦耶，这场派对真棒，真高兴 Brian 也在这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看他超完美的，对吧？整天看着他都行。原来他还挺有节奏感的呢，他真的很可爱。哦不，我的裙子，毁了毁了，真是一场灾难哎！我该怎么办呢？等等，我有个主意了，可以用我的衬衫呢。
是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但回头再想想，哎呦，还以为会有效呢。弄得我汗流浃背的。这里越来越热了。等等，我有了，动作需要快一点。快点，在哪里呢？找到了，来动手吧。先扣好上面的纽扣，然后把它围在腰上，大小完全刚好。现在把两件衣服扣在一起，裙子藏起来，应该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把衣领翻起来，系上一条腰带，这可以固定衣服的位置，用领子来遮住皮带。可是袖子该怎么办啊？我知道了，把它们绑在后面。哇哦，看起来真的很棒。哦 ，Brian， 我帮你拿了汽水来了。哦，我正需要呢。哦，这套装扮我喜欢。真的吗？哇哦，我自己设计的哦。Yeah， 你看起来焕然一新啊。等一下，衣服有点面熟哎。我的衬衫跑哪去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们继续跳舞吧。没问题啊。按赞并订阅，看更多精彩影片。娃娃，你的头发好蓬松哦。真不敢相信他还在玩洋娃娃。嗨，你喜欢娃娃吗？你不觉得他的头发又美又有光泽吗？抱歉，我得走了。看来他不明白。不过娃娃有点脏，或许他需要剪头发了。别动啊，娃娃，我保证这不会痛的。只要剪几刀就好，顺便解决一下这破衣服。娃娃，你看起来好多了。好，你坐在我旁边就好了。真不敢相信娃娃的改造那么成功。啊！什么鬼啊？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的？娃娃，真不敢相信你活过来了。你是怎么变成真人的？别再戳我了 ，Wendy， 那很没礼貌哎。我真的不敢相信你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嘛。这应该是发生在我身上最疯狂又最神奇的事情了。娃娃，你可以和我拍张照吗？耶！你看看我们的合照。等等，我在照片里看起来是这样的吗？娃娃。对啊 ，Wendy， 看起来的确不太好。不过不要理那些照片了啦。来，你看看这面镜子。我不懂哎，我应该在里面看到什么啊？你在这边等一下哦。不知道他上哪去了。没关系，他会回来的。既然手上有镜子，不如来几个痘痘好了。只要轻轻的挤一下就好。超恶的，这边这一颗也要挤一下。破了。哦，还有下面的脸颊也有一颗。Wendy， 我回来了，我拿了一个袋子来哦。等等，你对你的脸做了什么啊？我不过就挤了几颗痘痘罢了，你忍不住嘛。好吧。对了，我有比手指好用的东西哦。这是什么啊？看起来像是个小工具呢。好哦，应该是按这个按钮，然后把它放在脸上吧。我的天哪，居然把我的粉刺完全拔出来了。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吗？太厉害了，这个工具肯定有魔法。不是有魔法，只是运用科学原理罢了。好极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清除我脸上所有的痘痘。你做得很好啊 ，Wendy， 继续加油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娃娃。我还有东西要给你哦。你想要试试看吗？好啊，当然啦。现在你给我什么我都肯试。来把这绿茶面膜涂在我泛着油光的脸上吧。我的下巴和鼻子肯定是重灾区。谢谢你，娃娃。来，把这个滚珠面膜还给你吧。别客气啦。看来面膜敷的时间差不多了。好极了，让我用这块布把面膜擦掉吧。哇哦，这面膜对我的黑头超管用的。真假？我的皮肤看起来真的好太多了。真的呢，现在到下一步骤了。那是什么？一卷胶带吗？哦，是贴在眉毛上的。这是用来干嘛的？该不会把我的眉毛拔下来吧？好啊，等一下下哦，我要来把胶带从脸上撕下来了。哇，看看我的眉毛变成什么样了，真不敢相信小小一段胶带就有这么大的功效，真的太感谢了娃娃，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来拍几张新的合照留念吧。看来我得去上学了，真是讨厌，书包拿了。哦，嘿娃娃，你还好吧？什么啊，怎么了？你穿成这样去学校啊？对啊，有什么不对的吗？没事，不过我帮你想到了一个点子。来，在这沙发上坐一下，
让我看看你的衣柜里有什么样子的衣服。咩，我的天哪，看看这个颜色多鲜艳又开心啊。什么，这件上衣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觉得这件上衣非常适合上学穿。那好吧，让我先把上衣穿上吧。把手伸出来，穿好了。耶，在你身上真的很好看呢，别动哦。好了，谢天谢地我随身带了巧克力糖。哦，看看这美丽的天鹅绒发箍，你戴起来大小刚好，看起来真不错。哦，我有另外一个好点子了。那好吧，看看我还有什么可以吃的。好极了，这条牛仔裤刚刚好。牛仔裤，认真吗？好吧，好哦。我换衣服的时候，你帮我拿着能多一把。我这条天鹅超紧的，我根本拉不上来了。这扣子根本不可能扣得起来了。哦 ，Wendy， 那只代表了一件事，不准再吃甜食了。什么？可是人家最爱吃甜的了。哦，好啦，好极了。现在让我试试看能不能把扣子扣起来。哦，啊呜啊呜，好哦，哇，居然扣起来了！真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，肯定是用了娃娃魔法吧？你看起来真可爱，你的书包在这，好好去上学吧。哇哦，让他出门还真是花了不少功夫哎。看看这一堆垃圾，他真的吃太多零食了。看来我得清理一下，把他们丢进垃圾桶了。等等，什么声音啊？外面那是 Wendy 吗？耶，哦，嗨，娃娃，别理我啦。他拿着糖果呢。他肯定在这附近的哪里。找到了。哦，娃娃。哦 ，Wendy。人家真的很饿，需要吃点零食。哦 ，Hello Wendy，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那什么声音？好像从冰箱里出来的。赶紧来看看，确保一切都没事。哦，嗨，娃娃。快从冰箱里出来了 ，Wendy， 很冷了。过来这边，把能多一给我。别吃巧克力了，吃香蕉啦，比较健康嘛。什么？香蕉？不会吧，这是哪门子零食啊？那叫健康的零食。我去洗碗了。真是讨厌。嘿，等一下，我好像有个超赞的主意了。娃娃有在看吗？没有，他还在水槽边。好啊，我有个香蕉小机器，来看看他有没有用吧。蹦蹦，现在要把这根棒子穿过去，然后扭紧，接着把它拉出来，香蕉的核心就会一起出来了。咦，这是香蕉最恶心的部分了。现在把刚刚那根香蕉穿在这边，然后用美味的能多益将它填满，应该够了。现在让我把这个把手往下压，耶！现在整根香蕉里面都是能多益了，现在肯定美味多了。Wendy， 哦，嗨，娃娃，没错，我正在把香蕉当做零食吃呢。真是好险，我想他应该没有发现。哦，看看中间的巧克力，仙子甜糖耶！我的老天爷，这太好吃了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香蕉了。好，终于放学回家了，谢天谢地。嘿，我看起来还不错嘛，不过得来补个妆才行。哦，糟糕，嘿，当然得把眼镜脱掉才行。来重新涂上粉底吧。好，应该够了。现在是睫毛膏，要把睫毛涂满涂好。糟了，弄到眼皮了。没事的。好了，看起来还不错，我画的真不赖。这个粉色的唇膏根本就是我最爱的色调，肯定看起来超赞的，我很喜欢呢。哦 ，Wendy， 你回来了，你在那边做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在化妆啊。让我看看你的妆吧。对啊，我刚刚超需要补妆的。娃娃，娃娃，我的天哪，你没事吧？来，让我帮你站起来吧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会这样晕过去啊？你为什么化妆啊？哦，我没告诉你吗？你看这个，是一张时装秀的海报呢。时装秀，我明白了。如果你想参加，就让我来帮你吧。跟我来。啊？坐在这沙发上。什么？我得重新弄一下你的妆。可是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。好了好了，就照你所说的把妆通通擦掉吧。没错，别忘了口红也要擦哦。做得好 ，Wendy。现在让我把化妆箱拿出来。哇哦，真的假的？你从哪里找来这么大的箱子啊？这是我收纳化妆品和工具的地方。你看，把液体粉底挤在洗颜器上，你看它转得多快，超快的说。好了，应该够了。
现在让它把粉底涂在你的脸上吧。哇哦，感觉又软又舒服，完全意想不到呢。好了，你的皮肤现在完美无瑕了，超赞的。你的盒子里还有什么涂睫毛的吗？哇哦，你有磁吸式假睫毛哎，正确无误，根本不需要涂睫毛膏。别动，让我帮你把假睫毛贴上。我看起来如何？我猜肯定不错。哦，还有嘴唇。好啊，时间应该够了。我看起来如何？看起来超棒的，这个颜色在你身上真是令人惊艳。不过你还得换这套衣服。好啊，来换吧。娃娃，你的时尚感还真不错，这一身装扮超赞的。哦，你看，我们穿的差不多呢。好啊，我们走吧。哦，现在到了现场，我超紧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是不进去了，我实在太紧张了。没事的，深呼吸，你做得很好啊。糟糕，不好意思，真是抱歉，我是来参加服装秀的。哇哦，他看起来很棒呢。嗨，哇哦，你看起来真棒，我喜欢你的上衣，就知道这会行得通。嗨，女孩。啊！那是什么啊？是谁把这晚衣放在这里的？我不懂哎，你应该看看自己的表情。你觉得好笑就好，随便啦。哇哦！我要摔死了啦！还有我呀，好痛哦！这是什么啊？凯蒂吗？我是一个礼物啊？我想应该可以吧。嘿 ，Wendy， 干嘛？这个给你，哈？真假？这给我？娘！哈 ，Wendy， 是你吗？我超喜欢的，嗨，叫我凯蒂猫就好，超赞的，我开心死了。嘿，你知道吗？我刚看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。等等，慢慢讲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天哪，他约我出去呢！耶，好极了。可是等一下，你不会打算穿那个吧？这身打扮可不适合约会，女孩。什么？哦，好啊，等等，这个看起来不错哦，相信我，好酷哦，谢谢。所以这一题其实就是这样解答的。数学课我一点也没办法专心。闻起来真糟糕。嘿，你有口香糖吗？什么？哦，等等，这个怎么样？哦，谢谢。小事一桩啦。好多了，这个就不需要了，一点也不对不起。啊，终于上完课了，赶快走吧。或许还不行。哦，这玩意儿像胶水一样黏，超恶的。Jasmine。我们赶快走吧，不过等你一辈子都没问题，宝贝。现在怎么办？救命啊！我一个口香糖的大麻烦。等等，冷静点，我有个办法了。这个只需要一点点爱就可以了，我的意思是爱心形状了。现在就沿着口香糖剪下这个心形，把心形拿开，然后在心形周围涂上颜色。当然，心形也要涂颜色。然后把它放回去，不过用不一样的方法，用别针把它别起来，超可爱的，好像一条新的牛仔裤一样，而且口香糖完全不见了。谢谢，没问题，再见了。来嘛，快点，这是我自己的房间哦，你看。等等，你看这个，很漂亮吧？想试用看看吗？来，坐这边，我会让你看起来美美的。你比较喜欢秋天还是冬天啊？我觉得你是个夏天。等一下下，好了。啊！你对我做了什么啊？
我知道，超赞的说。这张脸吗？不可能吧！哦，等等，你真的不喜欢啊？可是人家很努力的画哎，快擦掉了。我有个主意了 ，Wendy。我好像有点过敏。对了，只是鼻子敏感。你在哭啊？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啦。等等，那是一个印章吗？这个我肯定可以用。Oh yeah！ 你想试试看吗？啊？这是哪来的？这是什么？好啊，让我示范给你看吧。准备好了吗？首先用它来沾上白色的化妆品，然后在脸上选个位置。我选了我的眼睑，不过我还没画完呢。用一支细细的笔涂满它。当然，你可以多沾一点化妆品。差不多了。蝴蝶结用红色，记得不要画出界哦。现在要换另外一边。涂好了以后，用黑色描出蝴蝶结的外框。来个猫眼如何？越来越美了。眼线要粗粗的，涂好涂满。重点是要慢慢来，不要急。然后用笔在眼睛下方画些短线。来点亮片吧。亮晶晶的东西多多益善。既然都贴了，何不多一点嘛？用镊子贴会比较容易。透明的则要贴在眼皮上。好了，最后一个了。眼角要加上一点亮粉。别忘了下面哦。好了，两边一样了。哇哦，很酷吧？比之前好多了，你不觉得吗？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哇哦，给我吧，超酷的！哈，给我给我，我要我要，钱拿去吧。看来你的生意很不错哦。全副武装，准备好了，我来了。我温习多久了？一个小时，够久了吧？等等，细胞核是什么来着？在这，我得把这一页标示一下，这样感觉安全多了。以后一定会感谢自己的。我得走了。嘿，女孩，你有多余的铅笔吗？当然啊，拿去吧，谢喽。我得走了。再见了，他人真好。等等，这么敢相信我居然忘了。这个是这一页吗？我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了。这样应该可以了。危机解决了，希望没迟到才好。哦，一块钱，谁找到就归谁。耶，好啊，专心一点就好。应该算是吧。我的一块钱呢？肯定是掉了还是什么的。等等，我听到翻书的声音嘛。谁那么大胆呢？搞什么啊？不准打开书。嘿，这边。哇哦，你怎么弄的？会用到的页数都有标示呢，超可爱的。看来我还是可以拿高分哦。写完了。真是松了一口气哎！谢谢你。算了，快好了吗？嘿，你看，我成绩超好的。不过你要教我怎么做了。哦，这个秘诀应该是可以告诉你了。先拿一张纸，折成一个三角形，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剪掉。再折一个三角形，再来一次，打开来，然后把中间的部分往下折，接着要把上面的部分塞进去，然后在这里再折一次。好了，现在把它上下调转，
凯蒂猫出场了，别忘了耳朵，当然还有它的蝴蝶结，然后可以套在任何一页的上面，大小刚刚好，你看，很简单对吧？很聪明哎，来吧，我还有很多秘诀哦。我在念书呢，你真是个书呆子。你要是专心点，可能可以通过考试。吃糖果好玩多了。哈，怎么回事啊？糖果在我班上吧。那是什么？是一条虫。啊！现在嘞？嘿嘿，骗到你了。啊，可恶！哆瑞咪，啦啦啦啦啦。好啊，我好了。哦，对，当然，妆不用太浓，我天生丽质嘛，看得出来。擦定口红如何？等等，有电话打来。真的吗 ？Hello， 你开玩笑吗？他做了什么？我马上来。要出场了，我们得走了。哦，好吧。等等，我这样是怎么出场啊？我该怎么办呢？嘿，化妆小姐，回来啊！根本是一场灾难。来吧，能有多难，对吧？一切不错的说。我是在骗谁啊？我看起来像小丑一样。好啊，来试试另一个方法，希望有效。之前练的瑜伽终于派上用场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不是看起来那样了。什么鬼？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时间。我本来是想化妆的。哇哦，慢点慢点，肯定有什么办法的。好极了，我的夹克脱线了。等一下，也许我可以用这个，值得一试了。你在干嘛？把线在口红上来刮动一下，要让线沾上一层口红，然后用它来画嘴唇的轮廓。现在换下唇，接着要把嘴唇涂满。好了，完成了。哇哦，看起来超棒的，看起来和海报上的我一样完美。你说节目已经开始了是什么意思？Mindy 明明就还跟我在后台，快点快点，动作快，上场吧。天气真好，哦，那边看起来可以坐。哇哦，好漂亮哦，我最爱亲亲大自然了。哦，可爱的小松鼠呢。 Hello 小家伙。哦，我可以画你呢，别动哦。哎呀，差点掉了，抱歉，我需要一分钟，要不然靠着墙凳好了。等等，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很不舒服哎，怎么那么困难呢？哦，真的很烦呢。啊，这披萨超好吃的。你有事吗？嗨，那个盒子可以给我吗？我会付钱的。好啊，不过披萨不行。酷哦，我可以买更多披萨了，今天真幸运。我就是需要这个，用这块厚纸板撑起盖子，然后把我的纸放在上面，它就像个画架一样。现在可以好好画松鼠了。哦，哦，我可以画那个吃披萨的女人呢，看起来不错呢。不过画人像还真是有挑战性，披萨真是个完美的食物。嘿，你真是个超棒的模特儿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在画我吗？也许我可以看一眼。要小心，安静点。不会吧，简直难以置信，真是一幅杰作。哇哦，哼，你吓死我了啦。是你呢，希望你喜欢，我超爱的。我可以向你买吗？当然，谢谢，你真是个杰出的艺术家耶，过奖了。
我的天哪！哇哦，你看他的鞋。哈？哦，嗨 ，Mindy， 你的鞋子也太可爱了吧！你得赶快告诉我在哪里买的，让我帮你吧。哇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觉得我的鞋子如何？哇哦，超美的，好嫉妒哦！好，你人真好，他们和我的上衣很搭吧 ？Hello， 女孩们，这颜色超赞的，怎么回事啊？那是你的鞋子吗？真是惨不忍睹，也太丢脸了吧！我是不可能会穿的，真的。可是我很喜欢呢，他们和我的衣服很搭。随便啦。那是什么？我好像踩到东西哎。哦，是一支铅笔，这不能用了。或许可以哦，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。首先要拿起铅笔，我们要用铅笔来帮鞋子来个大改造。先把胶水挤在铅笔上，整个边边都要挤，然后把它粘在鞋子的鞋跟上。其他的铅笔也一样，要把整个鞋跟都贴满。鞋跟的后面要用比较长的铅笔。最后一支咯。哇哦，色彩缤纷呢。来帮鞋子加点色彩吧。另外一只鞋子当然也一样，谁需要买新鞋子呢？等不及试穿了。来吧。我等一下要去逛街，你也来吧。我的天哪，你看他的鞋。女孩们觉得如何啊？很漂亮对吧？闭上嘴巴吧，会有苍蝇的。哇哦。哎，真清新。好啊，来量一下身材吧。嘿 Jennifer。我超饿的。我可以开电视来看吗？你这是在干嘛？你明明知道我在减肥。闻起来好香哦。等等，你走开啦。好吧。你看那个，那只泰迪熊还真大。我有办法了。先在小熊的脖子上剪一刀，然后把我的零食都放进去，这样就可以藏起来了。这样 Jennifer 就不会看到，全部都留给我自己吃。谢谢你把零食拿开哦。哦，当然了，没问题的。Mindy， 那什么声音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只是在抱抱熊熊而已。它是挺可爱的。真是好险呢。这本杂志我没看过。哇，你看这个。我一直都想要成为模特儿呢。只要会走好直线就好了，什么人都可以做到。我看起来如何？天哪，这是我吗？真的可以再差一点，我是永远也无法走伸展台了。睡得真好，你还好吧？你干嘛这么难过啊？我想要当模特，可是你看我。这确实是个问题。但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来把那些痘痘挤掉吧。真的吗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我是挤痘痘高手呢，来吧。该从哪里开始呢？实在太多了。这颗真难搞，还是先挤鼻子上的好了。不，看来这不是办法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也许我可以用这些冰棒棍呢，值得一试了。祝我好运了。怎么跟计划的不一样呢？真的很烦呢。还有什么呢？肯定有什么才对。哦，这个可能可以。把痘痘都刷掉，一定有效的。啊，他在干嘛？这态度就对了 ，Sunny， 告诉那些痘痘谁才是老大吧。这真的比想象中困难。啊哈，我知道了，我有一杯土，本来打算晚点再用的，但是非常时强又非常手段，来把它涂在我的脸上，它就像一个健康面膜，至少我希望它是吧？别让我失望哦，大自然之母。我的镜子在哪里？我想我把事情搞砸了。真的呢？或许你该试试这个。别动啊。啊，贴纸？你确定这会奏效吗？相信我，我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把它们贴在痘痘上。
然后嘞，我觉得自己好傻哦。静待魔法发生嘛。啊，我没有手表，没关系，我来计时吧。应该差不多了，来把贴纸撕下来，感觉真好。你看，痘痘真的拔掉了。哇，这颗爆浆呢，赶快来看看吧。哇，真不敢相信，我的皮肤看起来超棒的，除了泥巴以外了。你觉得呢？看起来不错啊。嗯，就知道贴纸会有用，好开心啊。对啊，我的皮肤水嫩发亮呢，给他们打个电话吧。哦，我的头发，那火力鸟居然攻击我。对，他的脾气真的很差，放手啦。嗯，还是别拉了吧你，让我帮你。好了。哦，你头发里有个东西呢，让我把它拿出来。那顶帽子需要脱掉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美容院了，看得出来，怎么有那么多东西啊？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戴帽子了，简直就像一片森林。我想应该都拿出来了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很好的主意哦。先让我清个空间出来，在地板上铺一张铝箔纸，然后在上面画一颗爱心，我还挺浪漫的。帮你这颗心上色，现在需要我的热熔枪，用胶水填满爱心，先从外框开始，然后把中心填满，再画其他的爱心，但要用不同的颜色，等待胶水变干。很可爱对吧？来把它们放在你的头发上吧。哇，你特别为我做的，我超爱的。还有其他的，真是太棒了。我还在胶水中加了亮粉，这样看起来会额外特别，它们会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。最后一个了，我觉得自己好光鲜亮丽哦，真不敢相信是你做的。谁还需要美容院呢？你可以随时来帮我做头发哦。太谢谢你了，我认真的哦，你真是个发型大师。常常有人叫我这些，你看起来简直就是个艺术品。我再也不洗头了。感觉真棒，但是得换一套衣服才行。我早就想到了，我称它为流浪汉风格。什么？我不能穿这个了。还没有完成了。灯光，怎么一回事？那只好将错就错了，撅嘴。嗯，我改变主意了。就跟你说吧，快去换一套吧。这套我喜欢。自信一点嘛，再去换吧。真的假的？好吧，我觉得自己很可爱啊。这套感觉很凶猛啊，这披肩是个不错的配件呢。不，不行，再去换。你说了算。你看这个，这是破旧风格。还是不太对。那个给我。对，这个可以啊。你在这里等一下啊。先把沐浴球打开，现在快速打造一下，把它弄皱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。你觉得如何？不错啊，对吧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觉得自己像公主一样，真的很漂亮。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。转个圈吧。哇哦，真美。你真的这样觉得吗？我从来没穿过这样的衣服哎。你看起来超棒的，我是说真的。啊，我先走了，得帮你擦掉那些污垢。对哈，差点给忘了。祝我好运了，再见了。你可以的，弄得我快哭了。我能帮你吗？啊，派对是吧？瞧瞧我们拿到的是什么？变装派对工具，最好快点来开始准备了。来吧，坚实的底妆呢，可是变装的关键哦。可恶，根本就没变呢，看起来完全一样嘛。好，连休息一下都无法，可不能这样子去变装派对。如果是能够搭配这些颜色，那就好了。但是你可以把色铅笔给变成化妆品哦。是的，把它们给包在里面，又赞又柔软呢。开始染色吧，颜色渲染得很顺呐。
接着粉色，想加多少颜色就加多少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快好了，我有整个彩虹呢。尾端来个飞翼吧。哎，不要忘了双眼要一致，你觉得呢？很妙吧这一招。接着只剩下服装咯。这里彩虹风啊，宝贝。好，我们来为派对准备吧。这里应该有能用的吧。啊，我的东西都没用了。不行，还要再更惨，我怎么会有这个？哎呀，嘿，糟糕，你是怎么？别吓到啊，这里肯定有能用的。渔网袜，怎么会？得跳出框架思考啊。好哦，还有个重要步骤，渔网袜呢可以有尺度效应，在脸颊上面使用蓝色，嘴唇上面使用紫色。脱掉裤袜，感受一下神奇的效果吧。啊，这样可好多了嘛。准备好要去配对了吗？上吧，来吧。这个地方超赞的。好哦，化妆品最棒了，是吧？大家都在看我们呢，连 DJ 也是哦。他可真帅呀，真该天天这样打扮才对的。快好喽，瞧，啊，谁还需要跑美容院呢？哦，我的手机，耶！哦，等等，我的指甲，但是我得接电话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哦，这什么？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好，我需要我的笨手机啦。哦，还可以吃点零食呢。哎，对对对，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，我得专心，慢慢来，加油。好哦，拿到了，真不敢相信，但这可是有代价的呢，我的努力都泡汤了啦。真讨厌。好了，不要紧张，指甲而已嘛。嘿、hey, ，我的水杯在哪呢？再试一次呢。好，我们这一次呢换个方法吧，不要用风干的，而是要用冰水来定色哦。把指甲给泡在碗里，几分钟之后指甲油就定好色咯。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招，哎，你绝对不会相信的。啊，干净整洁。牙医说啊，每天都要剔牙，我总是乖乖的听话的。嘿，我赶时间呢，体谅一下好不好？哇哦，她的妆容可真美，瞧那个红色口红，嗯，好像不太妙哎，有个崩毁的啦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真是个好问题。你还真爱剔牙哈？我听你建议的。这些小牙线也可以帮你涂口红哦。首先呢，在口红上面搓一搓，好了以后沿着唇线按压，可能需要按上几下哦。哇哦，在上唇画个 X。然后继续画轮廓，只剩下最后一步喽。看它有多顺啊，沿着嘴唇画，确保颜色呢美丽又饱和哦。好多了嘛，不觉得吗？你真会呀，姐妹。看电影了，这玩意儿真神奇耶。滚开一边去，毕哈索！齐娜大师要上场喽。
天哪，这个游戏可还真难呢！啊，没空读了。不错哦。哇哦！啊，更多字，走开啦 ！David 在这儿，都怪游戏害我分心啦，得准备好了。啊，真怪。轻轻一点就行，再一点粉色。啊，这是痘痘吗？啊，还真多汁哎。哎，讨厌鬼！真恶心，我可不能这样子去约会呢。我还有更大条的得担心呢。我真丑。嘿，吉娜的画，瞧她用的那些颜色，很赞吧？啊，很厉害哦，姐妹。我准备画出我的杰作。只需要一点混绿色眼影的遮瑕，在美妆盘上面混合一下，只要用一点美妆品就行了。来哦，来混合喽，用美妆刷来混色，在瑕疵处轻轻一点，里面的绿色会中和红色哦。哇哦，真是艺术哎！有用哎，该打给 David 喽。嘿，这现实主义还真酷。哇哦，这派对真赞呢，我可以跳这首歌跳一整晚。确定要这样啊？来，来这边跳嘛。哎，你们哪来的？你头发怎么了？没人想要跟普妹说话啦。但是我有解决办法。当然了，亮粉那是一定要的啦。先在盘里面放一些发胶，要用多少随便你。接着呢是最有趣的，想用多少亮粉也随便你，还可以加上各种颜色，然后涂到你的头发上。不用担心太厚哦，很不错哦，颜色越多越棒哦。然后我们来编辫子，你瞧瞧，你的发型超赞的啦！快看它，哦，嘿，你想要跟我跳舞吗？这才叫做改造嘛，亮粉超赞的儿。真的吗？赶快多说一点。等我一下下，我马上回来。Naomi， 你没事吧？我的牙齿。这边肯定有什么可以用的。嘿，那个老婆婆有假牙，看我的。找我了，希望我带着的东西。感觉不错的说，真是对不起啊 ，David。等一下，啥？没事的，我是可以假装没看见了。睡吗？恶作剧的最佳时机。每个人都想要浓密的毛发，对吧？虽然不一定是这个位置。哦不，他要起床了。哈，哈啾！真是好险。而且不能忘了把这工具带走，这样他就完全没辙了。哦。超伤了一觉的，很久没睡得那么好了。啊，我的嘴唇上有什么？我的脸上有什么吗？
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没事的，把它剃掉就好。我的刮毛剃刀呢？等等，我有办法了。我的剪刀会在这边吗？哦，我的百宝箱，这里面一定有东西可以用。我的碗面是修眉器，用来除嘴唇上面的毛应该也没问题的，来试试看吧。感觉要把毛除掉呢，耶！我的皮肤今天超干的，那是Naomi的润肤霜吗？来换个配方吧。胸口可别忘了，那边的皮肤最敏感了。哦，好戏就要上场了。我得赶快来准备今晚的约会了。我的浴袍里面有什么啊？胸毛？怎么会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已经早上了吗？刚才做的梦真是棒哎，超想吃早餐的。多么美好的一晚，但现在一定要起床了。随便啦，去吃早餐吧。好了，你换好衣服了？为什么？哈？哦，Naomi，看来你是还没有睡醒。好了好了，我走了。你每次穿紫色都很漂亮哦。对了，至少不用穿胸罩。这衣服是前后颠倒吗？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刚刚还真是恐怖。嗨，贪婪，看来我得好好整理一下这一头乱发。都是结。哇哦 ，Betty， 你动作超快的。啊？绑辫子，我当然也会啦。等等，是从哪里开始啊？Naomi。至少我尽力了，这样我帮你吧。好啦，不准摸，我懂我懂。嘿，等一下哦，这个小工具可以帮你哦。给你。哇哦，看起来好酷哦。把一撮头发勾在这边，然后穿过去并重复三次。接下来就交给机器表演吧。你看，不会打结哦。哦，还可以加一点珠珠做装饰，而且当然不会只绑一条啦，多绑几条更好玩。耶！哦，猪猪头，一起绑头发的女孩，永远的闺蜜，我们出发吧。有谁又香又干净啊？当然是本娘娘了。哦吼！耶！哇哦！这个是手指插入插座被电到的造型吗？头发怎么会搞成这样啊？哦，等一下，你头上那个是什么？看起来像一头粉色的大笨象，只不过长在你头上。不是啦，是个天才头发妙招。看看这头如丝绒般柔顺的秀发。啊、哦！哦，我的头发又蓬又乱，给你，谢谢哦。哼，好啊，来试试看吧。把它戴在头上，哼，要戴紧戴好。然后这个套在吹风筒上，好了，让空气进来吧。哇哦，真的有风哎。哼，来看看有没有用吧。好啊。预备备，打开吧！哦，感觉真棒哎，好像刚从美容院走出来一样。别担心，我的衣服准备好了。你看，好了，女孩，我们出发吧。我们的车应该到了，我坐前座。那表情符号超酷的。哦，嘿，你看，溜剪了头发。
超帅的，真的。给他传一张自拍吧。好啊，来看看啊。什么？我的下巴怎么看起来这样啊？应该是角度问题吧。下一个。好了，来看看啊。我的老天鹅啊，这张更糟。我是不是该去换脸呢？哦不，给我啦，我来帮你。打开你的修图软体，稍微调整一下。什么？相信我啦，这样好多了。你看，你需要配眼镜吗，女孩？你觉得很好笑吗？但我还是超级无敌丑的。哦，没事啦，等我一下哦。我需要拿我最爱的道具。好啊，拿奥米，给你。看看这张美丽的脸。什么啊？不好意思，你是要我戴上这东西吗？哼，好吧。嘿，没错，套进去。像这样吗？然后接下来要干嘛？跟之前没什么分别啊。我先过去那边了。看起来像魔鬼一样，这根本没救了啦。帮我脱掉了。等等，你冷静一下，要等五个小时啦。先过去坐了。哦，几点了？好像可以拿下来了。最好有效果。怎么样，很到位吧？你是戴了多久啊？不，别照了。我的老天啊，怎么会搞成这样？哦，有点菌，那是什么啊？超恶的。你觉得他会喜欢吗？哦，他为什么封锁我？我的眼泪好像卡在眼睛里了。来试着上点妆吧。好像比想象中难哎。不，拿到了，只需要用一根手指挤一下。乱七八糟的，很恶啦，直接挤在脸上好了。嘿，不错，好极了。然后用一只手来涂抹，希望没有挤太多。好了，应该均匀了。来画嘴唇吧。好哦。快点，别滴下来。嘴唇是从这边开始吧？好哦，我可以的。嘿 ，Betty， 有事吗？你最近有照顾镜子吗？你比小丑还恐怖了。你自己看。我做了什么啊？没事的，别慌，你先擦掉，全部擦掉。有够乱的。你只是涂抹的部分需要一点帮忙。哇哦，我从来不知道有这种东西。把化妆品挤在刷子上，然后放在脸上，它就会帮你涂抹均匀了。哇哦，真是个救命好物哎，又可以漂漂亮亮了。黑你的嘴唇，先要这样，然后跟在嘴唇上，来吧，嘴巴嘟起来。好啊，来。很有用对吧？很赞呢。对啊。差点忘了，你在那边干什么？我的眉毛，你看。为什么总是不得安宁啊？我超爱这个指甲油的颜色。让我看看啊。嘿，你是说真的吗？
把指甲涂完吧。然后他说什么？真的吗？对啊。哇哦！你跟他说什么啊？我肯定会被吓死。哦不！糟糕！算了，我回来了，亲爱的。哦哦，我的上衣，这上面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最好快点解释清楚 ，Naomi。哦，真是够了。啊？啊？败了。你就解释一下嘛。是个意外啦。指甲油自己浮起来，洒得到处都是。我根本不敢相信。我叫他停下来，但他似乎有自己的想法。奇怪极了。故事超狂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？那你跟我来吧，我来教你怎么解决。意外总是会发生，但我们一定要有准备。用这个，我不懂哎。哦，像这样吗？这样对吗？别胡闹了，是把手指穿过去了，然后指甲油放在这边。哦。哇哦，这样就不容易打翻了，可以好好专心涂指甲，简单多了，对吧？没错，你就拒绝他。你不讲，我帮你讲。我说的够清楚了吧？这边应该没有我的事了。早上了吗？哇，睡得超好的。不过真的得起床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黑头啊？救命啊！不，恐怖！Naomi，你看我的脸，恐怖至极！等等。出来好了，不要啊！你等一下啊！我有东西可以帮你。要不然全部遮起来就好了。给，这个东西可以帮你吸出黑头，而且不会留下疤痕。你看，全部从毛细孔里面吸出来了。谢谢你。有什么比穿着名牌的新潮服更令人开心的吗？没有任何事可以破坏这一切的。哈？那些是鸽子吗？嗨，小鸟们，是不是有一只？我的新上衣啊！我得去洗澡了。救命啊！没事的，手举起来。好哦，我马上就把它弄干净。你看，现在要把下半身拉上来，这就是你的新裙子。快速剪一两刀，你的新造型就完成了。好啊，麻烦你的手。哇哦，只差一个小配件，你比我需要这个。快好了。小心点。这套新衣服真的不错呢，比上一套还要可爱呢。谢谢你。没问题，现在赶快出去吧。施展你的魅力吧，女孩。这就是我所谓的经典女孩妙招。小心风大哦。我超爱星期天下午的。它在这啊。这是给你的。我不懂哎，什么啊？相片中怎么会有我男朋友啊？他旁边的女孩是谁啊？你看他望着他的眼神，真是难以置信。不得不信啊，相机可不会说谎啊。真好喝，下一步就看你的了。真的很荒谬哎。
嘿，宝贝，惊喜！惊喜是吧？哼 ，Hello， 这个给你，这个是给你的，你要解释一下吗？怎么样？快说话啊！真的假的？拜！哦，为什么男孩都这样乱来？我早该知道的。他为什么不爱我？真的很不公平哎！哈？是 Kevin 呢？他要约我出去？哇哦！来发个照片给他确认一下。哇哦，那对熊猫眼可不行，就知道该涂防水的睫毛膏了，擦不掉哎！可恶！来看看这边有什么问题，睫毛膏的麻烦，我马上就到。又见面了，先处理重要的事，把它撇开吧。怎么一回事啊？只要一下下就好。不，拜托不要啊！只是一卷胶带了，你看。哦，我来教你怎么做吧。胶带贴在正确的位置之后，就要来选个颜色。把它涂在眼皮上，像这样，别忘了两边都要涂。看起来真赞。好了，大功告成。看起来怎么样？脏兮兮的睫毛膏都弄干净了吗？因为感觉超棒的。对啊，很不错。我得走了。谢谢你哦。哈？是我了，你看。我不能让你自己面对这些问题吗？不会吧，小事一桩啦。拜。嘿，今天好吗？哦不，那是什么？我什么也看不到啊。Mindy， 干嘛？你的屁股有东西粘在你的裙子上了。啊？哦，啊，超爆笑的！我一秒也待不下去了 ，Mindy， 等等啦！好，我该去哪儿好？不能让人看到我的屁股啦 ！Mindy， 没事的啦，听着，我有多的衣服啦。等一下哦，我有你需要的东西，不过要找出来才行。看啦，来吧，这个给你穿，我想大小应该 OK 的。哦，谢谢，记得告诉我合不合身哦。嗯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好像有问题耶。没错，这条裤子超大的。让我想一想，有了，只需要调整一下扣扣子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先把它穿过裤袢，然后像平常一样扣扣子。看到了吗？哦，哇哦，真厉害耶！哦，呀，我们该走了，分工合作，梦幻组合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当然了。哦，哇哦，我的笑容够友善吗？可以哦。哦，电话响了。等等，六点钟有派对？不会吧，你想去吗？当然啦，耶、yeah! ！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准备？好像不到一小时啊。那代表一切决定都要快快快。明白，火力全开，谁会最快完成呢？你最好准备接受挑战。我们预备备，开始。别画出界啊，是不是涂太多了？眉毛画好了，我得赶快开始才行，希望这条线没画歪。接着是另外一只眼睛，然后画好了，是吗？画眼线我也没问题啊，双翼眼线肯定赢，小心点，慢慢来。我们会迟到了。好了，眼睛也画好了。哦哦，好啊 ，Sunny， 动作快，
好了，换我了，来上粉吧，宝贝。还有额头没涂，快好了没啊 ，Mandy？ 好极了，唇彩很快就好了，瞧，完成，压力山大。唇线总是很花时间，不过小心点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好了，快完成了，现在到唇彩了，快要好了，今天一定要涂好涂满。好极了，超漂亮的，还有10分钟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蓝色的睫毛，和橘色超搭的，你看。哇哦，你的睫毛超漂亮的，来教你怎么弄吧。首先要刮一点蓝色的眼影下来，然后撒在透明的睫毛膏上，接着把棒子插进去，好好混合一下，最后就会变成蓝色的了。然后就只差最后一件事了，而且一做就有一整瓶哦。哇哦，超简单的，5点55分了，我们走吧。真不敢相信已经星期一了。哇哦，那家伙超可爱的，我的天哪，他在和我招手哎。嘿，等等，他怎么走过去那边啊？我真是个白痴哎，而且还真是诸事不顺呢。哇哦，那是什么？有人丢东西吗？那么找到的人就留着喽，反正没有人望向我这边。哎，这里面有什么？哇哦，似乎扭转乾坤了呢，而且我第一次看得那么清楚呢。来看看现在大家会怎么对待我吧，会不会有人注意到我呢？哇哦，我可以陪你走去上课吗？哦，排队了，先生。他就站在那边，却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。你看他多聪明啊，我超爱他的。那是他的女朋友吗？他是看上他什么？可能很多东西吧，我永远也不会像他一样。嘿，宝贝。为什么我要坐他们中间啊？至少我和我的爱人坐得很靠近，真不幸我变成透明人了。嗨，小美人。这个是要给我的唯一的，可以传一下吗？好，给他的好吗？随便啦。当我是什么？你的邮差吗？上面写了什么呢？认真的吗？我才不要给他呢。讨厌死了，给你了。什么？哦，他送了飞吻给我啊，回你一个吻啊。难道上学还不够辛苦吗？这样下去真的很痛苦。你好漂亮啊，不，你好性感啊，简直累死人了。我有一天会和那些漂亮的女孩一样吗？丰润的红唇，或许我该自己掌控命运了。也许头发需要蓬松一点。就从擦口红开始吧，得多用一点才行，很美哦。然后要来印几个唇印。我的嘴唇有那么薄吗？一点好运都没有。讨厌的口红，烦死了，真受不了这头散乱的头发。嘿，等一下啊，或许可以用在嘴唇上啊，只要让嘴唇充血就可以了。看起来已经好多了，接着要耐心等待。好了，应该可以了。这还差不多，丰厚又饱满，比我那两片薄薄的嘴唇强多了，完美，自信心马上就上来了。又是你们俩啊，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，不过算了。你那一套我也会。啊？这是什么？
哇哦，他给了我一个吻呢！下次见了，宝贝。嗯，哇哦，他是新来的吗？嘿，给我啦！不是啦，宝贝，我是爱你的。对啊，真高兴我们终于一起出来了。哇哦，谢谢。要亲亲吗？好啊。嗯，哈，那什么？他来了吗？真不敢相信，我睡过头了。我的闹钟为什么没有响啊？哼，我动作得快一点才行。哦不，我的皮肤状况超差的。糟糕，好啊，冷静点，我会想到办法的。我只需要几个眼膜就好。什么？那么用冷水冲好了。冰死了。什么？嘿，至少值得一试，对吧？赶快消肿吧。还是早上刚起床的脸。Hello， 哈，有人按铃吗？来开门吧，都不知道有人要来呢。谁啊？进来吧。好啊，跟我过来吧。你在这边等一下可以吗？请随便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。我的天哪，为什么啥都没有用啊？看来也没其他办法了。这样子很酷，对吧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他还没有看到我，我还需要几分钟啊，亲爱的。你是在怕什么，宝贝？别理我了，老妈。标准的青少年，到底怎么了？是我的脸了，老妈。哦，完全感同身受。不过我有一个实用的小秘诀哦。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们常常会用的妙招，你只需要小黄瓜以及可以将它刨成丝的东西。瞧，整条都刨好了以后，将化妆棉放进去，剪成两半，一只眼睛一个。等化妆棉完全浸泡以后，就可以用它来消肿了。擦干眼泪吧。什么？这个应该对你有用，亲爱的。眼膜。哇哦，它们又冰凉又好用呢。赶快从冰箱出来吧。我的眼睛已经感觉好多了。好啊，时间应该够了。然后呢？哇哦，恢复原状了。对啊，赶快出去吧。对不起，久等了。我值得等待的，对吧？哇，闻起来真香哎！啊，希望我没做的太少啊，做的真棒，算是我的杰作呢。哦耶，看起来真棒！打开还是扣上？这个发型真是无敌！哇吼，奶奶，我做了饼干给你哦，可爱的小熊。奶奶，我要去参加派对了呢，以后再吃喽。抱歉。是什么派对啊？你真的要出门啊？对啊，这样比较好啊，亲爱的。奶奶，不要这样啦，让我帮你弄一弄吧。住手啦，我不需要你帮忙啦。这年头的青少年真是没礼貌哎。我在厨房忙得满头汗，为的是什么？派对吗？哦不，他忘了带皮包了。没有带皮包，啥都不能做。哦，真是的。地方应该没有错吧？啊，他在那边。哦，等等，你的包包啊！我的妈呀，现在真的比以前慢很多哎。Hello， 我的孙女忘了带包包了，我可以拿进去给她吗？仅限学生哦。我知道，可是这个很重要啊。镜子。干嘛用的？我不懂哎。几条皱纹有差吗？好吧，
什么歪理，真是难以置信啊！只不过想帮忙而已。啊！等等，他包包里肯定有化妆品吧？来看看啊！哦，这是什么东东啊？看起来蛮恐怖的，让我瞧瞧。其实蛮舒服的呢，皮肤光滑许多呢。哇哦，我真是有趣的体验呢！我看起来还真不错呢，这个我就自己留着了。哦，里面还有什么？运动衫。嘿，也太合身了吧！还有什么可以用的吗？哦，等等，你看起来很眼熟呢，我在哪里见过你吗？算了，进去吧。哇哦，亲爱的小熊，什么？奶奶？没错，你忘了带皮包了。既然来都来了，我猜你会想要一片。奶奶啊，我要这个干嘛？原来饼干可以让我的人气瞬间暴涨呢。哇，美容比赛，好，我要参加。嗯，脸上一条毛发都不可以有，而是全部都挖干净。哇哦，我的妈，超恶的！你现在一定能赢了，这当然。啊，我也有一些美容诀窍哦，而且一毛钱都不用花，看看我都会废物利用啊。香蕉不只可以做早餐，记得要轻轻抹开哟。看起来不错吧？现在要加点色彩喽，这浅浅的紫色真漂亮，这橙色看起来没呆了，可以来照特写喽。哈，该来试试这个绑头发工具喽。只需要抓一小撮头发，然后放在小钩子里面，抓紧了我的美发，你们要去兜风喽。第二撮好了，最后是第三撮。哇哦，看它绑得多快，有这种机器谁还会用手绑啊？辛苦的工作都交给它就好了，而且一点也不会打结。快好了，只要把这些辫子绑好就行了，你哪儿也别想去，听到了吗？好了，我的头发美呆了，加上这条头带更是画龙点睛，我真厉害。真的超级的，现在感觉如释重负哎。好了，我原本在做什么呢？哇哦，娜奥米哪来这么多辫子啊？要是我也有就好了。那该不会是我的脸吧？我的头发超乱的。哼，哦，我的卫生纸，这个可以用哦。要把它折成细细的长条状。快好了，好了，折好了。然后要像这样折过来，接下来的部分比较难，来吧，可以上发卷了，从发尾开始一路往上卷，继续哦，卷到头顶以后把它绑紧，记得要绑紧绑好，应该非常稳固了，要多久才会好啊？好无聊哦，总得让血液流动一下嘛。耶，头发好了。哦，好卷哦，还剩下几撮而已。然后哇，宝贝，看看我一头美丽的卷发，好像刚从美容院出来一样。等等，这卫生纸是用过的吗？也许不会有人注意到。哇，你看那糖果，要是我也有一颗就好了，但我只有家里带来这些。算了，只好把可可粉加入优格里了。虽然好吃，但超无聊的。嗯，哎，没关系的。您的午餐，瑙米小姐。哎，走开啦！哇，亲自用银盘端来的午餐呢？别傻了，是我的保养流程啦。首先要擦粉底，这种刷子能涂得非常均匀，比用手的效果好太多了。看看它是不是和肌肤完美融合，自从用了它以后就再也没有用过别的东西了。好了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哦，
真是好看。哦，我搞得到处都是呢。等一下，不能用我的手啊，可以用什么呢？哦，那鸡蛋完美又光滑，对吧？可以借来用一下。嘿，不妨试试看，对吧？它就像彩妆蛋一样，比用手指的效果好多了。还好这优格和我的肤色很配。好了，我看起来如何啊，娜奥米？等等，我看不到你呢，你是在比一个赞吗？等等，你的大拇指是向下吗？哦，你的蛋，我可以解释的。牙齿上怎么有东西啊？没事的，这个小玩意可以解决一切。准备好了？快点，有什么改变吗？感觉不到有什么效果。消失了吗？得好好刷一下牙了，需要非常多的牙膏。啊，干净又清爽，紫色马上就会不见了。天哪，我超爱这东西的，看看我的牙齿有多白。哦，这个漂亮的金盒子里面是什么啊？希望是亮晶晶的东西，好像可以在嘴巴里加点宝石呢。先得把嘴巴撑开。好了，可以来镶宝石了。门牙应该最合适。或许每颗牙齿都贴好了。好了，你觉得如何啊？没错，我超爱的，美呆了。哦，你的牙齿真的很需要帮助，实在是很黄。娜奥米，醒醒啊！拜托醒醒啊，娜奥米！拜托，有人在吗 ？Hello， 娜奥米，我需要叫人来吗？哦，有人吃了臭鸡蛋吗？嘿，怎么了？你的嘴巴，超丢脸的。牙刷我是有啦，赶快刷牙就好了。这刷毛超硬的。好一点了吗？没有。哦，讨厌！等一下，我马上回来哦。别理我，奶奶，这个借我用两分钟。呵，看看这些牙齿多白，尺寸合适吗？哦，有点僵硬。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适合我的脸，对吧？嫉妒我也没关系啦。希望我的眼线笔在这里，要看清楚只有一个办法了。好了，这样好多了。找到了，加上小翅膀就好了。哦，画得对称吗？现在呢？怎么那么难呢？超紧急的。好吧，它总是有一堆问题。拿去吧。我们从头开始好吗？哦，东西来了，眼线再也不会乱七八糟了。这个工具超级方便的，这边还差几个步骤。好了，有发光吗？很厉害，对吧？好像花俏的机器妆还是什么的，非常适合粉后用，耶！我也有小玩意和小工具哦。看看这边有什么好东西吗？都忘了我有那么多铅笔了。好啊，这些笔绝对有用。哎呀，忘了我有眼镜呢。好的，只有我看到的东西很模糊吗？没救了啦！我永远不可能有娜奥米那种美丽的眼妆，用来画画算了。等一下，原来答案一直都在这里。把拉链带的一角涂上颜色。可以像这样用不同的颜色。好玩的部分来了，轻轻印在眼皮上就好。另外一个眼角也来一个，看起来很酷吧？答案一定是肯定的。我的比较好。随便啦，我的超赞的。认真吗？哇哦，看看那丰满的双唇。我的嘴唇永远不可能变成那样，它们又扁又平凡。拜托，丰满一点吗？这边可以再厚一点吗？为什么上唇总是没有光泽？用胶带做效果好了。谁不想亲吻性感丰唇呢？没有人会想亲吻我的。或许可以用吸的。
到了。等一下，我的嘴唇很丰满呢，真不敢相信这招真的有用呢。太棒了，从来没觉得自己那么有吸引力。那如果放在嘴唇上有用，不如顺便来丰臀一下。耶，有用吗？快点！真是个怪胎。算了，来看看我这边有什么。好可爱哦！过来吧，小家伙，你真的好软呢。过来一下，拿着。好了，这个才是我要的。看，这个眼膜是猫咪形状的。哦，放在皮肤上真舒服，尺寸刚刚好。那我可爱的手指呢？或许该说我可爱的爪子。喵，感觉真棒。嗯，就差点没有喵喵叫了。不过我不会叫的。哇哦，看看我美丽丰满的双唇，哇，很厉害吧？不过还能更上一层楼哦。看，哇哦，让我也试试。不错嘛，来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知道我看起来超美的，拍张照吧，这样可以保留更久。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。哇哦，好多人关注我。喜欢我的头发吗？我自己弄的。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造型啊？来看看哦，这次很难分胜负呢。等一下，他们在说谁啊？那么就这么决定了。好的，女士们，我们决定好了，这边有一位冠军，这边也有一位，这场美容比赛打平手。嘿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该来洗澡放松一下喽，期待了一整天呢。啊，好舒服哦。来来来来，一边洗一边唱，我真该做歌星哎，唱得真不错，可以擦干喽。这样真好看哎，好像顶着一头彩虹一样呢。该出门喽，得准备一下呢。我的头发也可以吧？或许该试试看不一样的发型。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上次发生的事了。哎呦！好痛哦！哦，怎么一直烫到啊？电线被卡住了！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不行，千万不能再发生！我不要再用这个了啦！肯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卷头发而不把自己弄伤。也许可以用这个夹子，就姑且一试吧。先把头发拉到架子这一边，然后把头发在架子上绕几圈。最后用夹子固定头发。好了，希望有用。看起来可能很滑稽，但一切都会值得的。好了，来看看美丽的卷发吧。好好玩哦。哇，我的头发很漂亮呢。该走了。哇，为什么这个卷发器就是不放过我？看看这边。哇，好漂亮的手链。什么？这条旧链子吗？重死了，钻石太多了，很可爱啊！让我把头发拨一下啊！看到我的耳环了吗？哇哦，超漂亮的，好嫉妒哦！哎，你看这个，很厉害吧？就那样吗？我的微笑可是值100万呢，真是难以置信哎！啊，我知道了，给露娜一点颜色瞧瞧。把钻石贴在头发上，这个如何啊，露娜？拜托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哦不，掉下来了，超丢脸的！看我的吧！哇哦，那是什么？直接把宝石夹在头发上就好，超简单的，很多颜色哦。哇哦，太厉害了！就说嘛，真喜欢这个风格，但我的头发好单调哦。哇，这边也太亮了吧，什么都看不到呢。我的眼睛啊，好多了。
哇哦，看看这些发型，我好喜欢哦！我也该换个发型了，该选哪一个呢？来试试看吧。需要一把剪刀，我剪了，勇敢一点，就头发而已。不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不会剪的。相信我吧，这可是经验之谈。剪刀给我，真是好险呢、啊！我永远都不会有新发型了啦。或许我错了，我好像有办法了。先用这条橡皮筋扎一个辫子，然后把它拉到前面来，接着把剩下的头发编成麻花辫，看起来一定很棒的。快好了，后面绑好了。接着把头顶的头发分开，把麻花辫穿过去，从上面全部拉出来。现在来弄刘海，用直发器稍微夹一下，一下下就可以把头发都分开了，然后调整一下，好了，看起来很棒呢，真该上杂志了。你把头发怎么了？我不懂，剪刀还在我这边呢。我是个厉害的发型师嘛。哇，睡得真好。哦，我的相机在这呢。哦，今天要拍照吗？糟糕了，我要迟到了，得快点才行。天哪，我的头发超油的。这样子能看吗？什么味道啊？看来得洗头了。等一下，怎么没有水啊？拜托，我洒，我知道里面有水的。哇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或许可以用爽身粉，先在头发上撒一些，然后用手搓揉一下，效果很不错哦。爽身粉就可以吸除油脂，头发看起来就好像洗过一样。现在可以去拍照了。啊啊啊！这。好啊，没事的，我得出门了。这派对真好玩，好啊，他好可爱啊。嘿，我喜欢你的舞步。我的天哪，真的假的？他有什么我没有的？或许我应该多甩甩头发。你跳舞跳得真棒。怎么没用啊？很不公平哎。头发不够长，不够柔顺，又不是我的错。你没事吧？怎么啦？要是我的头发跟你一样就好了。这个吗？这是发型的问题啦，让我帮你吧。先把橡皮筋拿下来，然后绑高一点，在这边绑一条马尾，然后把两边的头发拉上来，用另外一条橡皮筋把它们固定在第一条马尾上，然后绑好绑紧。这个造型很适合你呢，你觉得呢？不会吧，这真的是我的头发吗？太谢谢你了，你最棒了。走吧，去跳舞吧。嘿、hey, 你回来了。哇哦，今晚也太赞了吧。尽情甩吧女孩。哇哦，女孩们你们可以小心一点吧。来喷点发胶遮住眼睛哦。又是一个杰作，你觉得如何？有点不一样。等等，是好的不一样还是坏的？你是在想什么啊？别担心，我会把它弄好的。大家都喜欢玫瑰嘛。当然，认真吗？我看起来好像被人从树丛拖出来一样。可是那是我的招牌造型哎，我得想想办法才行。嗯，能用什么呢？这个夹子可能有用。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先要把头发绑成马尾，然后把橡皮筋往下拉一点，把头发分开，然后把马尾推出来，然后用夹子来固定头发。哇哦，很适合我呢，而且超简单的。哇，你怎么绑的？算了，我放弃了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他有事吗？就一个夹子而已啊！比赛真精彩，好辛苦，好累哦。对手真是厉害，不过我们更厉害。
真的，你看到我投的那一球吗？你在干嘛？我的橡皮筋拿不下来。哎，头发都扯下来了，一定会很痛了。等等，先住手，用这个椰子油吧，有用的，我保证。好啊，让我试试看。滴几滴在橡皮筋上，然后把它顺着头发滑下来，橡皮筋轻轻松松就拆下来了，而且头发又软又香的，像润发乳一样。别忘了这些哦。好啊，我该回家了，再见，拜拜，索菲亚。哇哦！哦，一定很痛，需要叫救护车吗？没事的，我在这边趴一下就好。哎呦！哇哦，这间新学校真棒哎！那些是棉条吗？哎，有什么好笑的？糟糕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新开始真糟糕是吧？除非我采取主动。你知道你可以用棉条来打造出波浪大卷发吗？而且尺寸刚好哦，绑起来等等就好了。瞧，超赞的吧？哇哦，真不可思议耶！幸好我带了很多来，大家都来试试看吧。帮你堵个鼻涕啊！啊，新衣服最棒了，让你感觉自己重生了一样。但这种旧东西有的时候很难搞的。哦不，懂我说的了吧？怎么办呢？幸好我有另外一条，再试一次吧。慢慢来，轻轻地。哦天哪！哦，我到底有多倒霉啊我？那这条呢？叮叮叮，冠军出炉啦！哎呀，这指甲是怎么样啦？哦天哪，我放弃了啦！这条旧裤袜呢？算了，啊，这完全无法哎，这些洞还真大，好，出洞喽！总之呢，偷了就赶快跑哦。这里还有什么呢？鲜花，刚好给我的宝贝儿。瞧这美丽的脸蛋呐、啊，我带走了。这些人肯定超有钱的儿，啊哦，还有人在耶！哎，你为什么哭了呢？因为这些蠢指甲，我的裤袜一直裂开了啊！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？我的裤袜超赞的，瞧，给你好了。但是我的手指，戴个手套就好了。接着，手套。对哈，写了，嘿，没破哎，超滑顺的，我甚至可以拉起来耶，瞧，谢啦，我的腿超美的吧？这强盗还真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几乎跟你一样漂亮。啊，谢啦。等等，该走了。回来呀、啊、你！哎，吉娜，瞧我的造型，可爱吧？嗯，超棒的耶！总之呢，走到这儿我都饿了。那有什么有趣的八卦呢？是啊，哦，我的天哪，瞧这个钱包，还有这个。哦，糟糕，我的裙子，我满身都是茶了啦！你怎么会这么笨呢、啊？哦，抱歉，我来帮你。啊，我今天超手残的。哪？啊？谢了啊。嗯，等等啊。嗯，有了耶，怎么样？把你裙子给我。好吧，如果你坚持的话，你看好了哈，把它跟一堆茶包一起放在碗里面。然后倒入热水，看见颜色出来了吗？确保完全浸到水里，
然后再静置一下，然后你就有全新的裙子喽。你觉得呢？哪？哇哦，比之前还可爱耶！嗯，哇哦，这美丽的女神是谁啊？我来喽！哇哦！哎呀！歪的象征啊，宝贝。啊，真希望我有男友，这样我也会有礼物了。哦，又是诗啊，哈！啊，真棒，随便啦。哦，嘿，嗨，哈哈，哎，你在看哪你？嗯，如果我是他女友，他肯定会很开心的。哦，真棒！哦，哈哈哈哈，真美好啊！嘿，我可不是隐形的呀！哇哦，啊哈，我是美妆大师。哦，真棒！哦，你喜欢口红是吧？这我也可以，看好了。嘿嘿嘿，首先呢，用刀子把口红的顶端刮掉。接着整个推上去，沿着边边切，就像这样。另外一边也照做。最后呢，切个三角形的凹槽，把它给拿掉。用刀片平坦的一面把它给弄平，这样你就有心形的口红了。呦呼，谁想要来点我的爱呢？我知道给谁了。好哦，接着，哎呀，啊，哦，糟糕，我真的笨手笨脚的啦！哎，等等，我来帮你。啊，我爱你，我是说谢谢你帮我啊。我回来了。这什么？爱心？天哪！你给我滚！陪我走到化学课吧。白了，哦，讨厌！但等等，我陪你走到教室。毕竟我的心属于你，现在你也有我的心了。耶！一、二、三！哇哦，真大！天哪，这个东西还有根呢！今晚当我出现在派对，一切就都值了。我的杰克也会在那边。带着他的可爱的牙套。其实啊，我有个超棒的主意，这肯定可以让杰克开心。嗯，但这需要一点装配，加个几块，你就有牙套了。然后呢，包在你的牙齿上面。Hello， 牙套，他肯定会爱的。啊，不知道杰克到了没有？哦嘿 ，Hello， 看起来不错哦，你看起来才棒呢。这个音乐真酷哎，我们在外面玩一整夜吧。哟吼，耶，把手举起来。那迪斯科球有多结实呢？吉娜过来，真可怕啊！派对结束了，没关系的，我们的灯可以让派对继续啊。赞哦，继续舞动哦，各位，这棒呆了。灯光，保持笑容好不好？那好多了嘛。啊，闻起来像朵花，最棒了。我到家啦。哦，吉娜，嗨，怎么样啦？我做到什么啦？史黛西最爱的美妆蛋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哎，你还好吗？嘘，怎么？我没事啊。得先闪了。你要去哪儿呢？算了，美妆时间到喽。我的美妆蛋呢？真奇怪，应该在这儿的。啊，在这里啊！感谢老天啊！哎，怎么裂成两半了？吉娜，啊！我肯定是在做梦啊，继续睡觉好了。啊，真傻眼呢。
他东西没拿，这可是好消息。你知道你可以用牙膏来修复美妆蛋的裂痕吗？把它放进塑胶袋里面，加点水进去。封住袋子，等着看了。哦，似乎有用哎！哒当，完全没裂开，成功。哪个有用，哪个没用呢？留言跟我们分享吧。这些小技巧有用吗？别忘了与朋友分享这部影片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有趣的内容了。